在入户门口放一个这样的鞋架，家里的鞋子再也不乱糟糟的了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美观又防尘。鞋架材质是镀锌加粗管，不生锈承重力强，赶快给家里安排一个吧。在入户门口放一个这样的防尘鞋架，家里的鞋子再也不乱糟糟的了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美观又防尘。鞋架材质是镀锌加粗管，不生锈承重力强，赶快给家里安排一个吧。入户门口放一个这样的鞋架，家里的鞋子用它摆放的整整齐齐，再也不会乱糟糟，加宽加厚的提手挪动也很方便，而且每一层都是这样的大容量，可以同时容纳不少鞋子，加粗的钢管结实耐用，放一大桶水都没问题，而且每一层是防尘设计，还有翻盖门挡，不管是顶部还是底部同样也有放鞋子的空间，还可以放包包放雨伞，平时进出门回家就能随手把手里的东西放上面收纳，有了它入户门口再也不会乱糟糟了。你没听错，就是这款在直播间卖爆了的一体式鞋柜，现在我们源头厂家做活动促销，且您包邮到家，为的就是让你们少花冤枉钱。家门口的鞋子乱糟糟的，特别容易吸引蟑螂老鼠，那一定要在入户口准备我们这款一体式鞋柜，家里的鞋子用鞋柜放得整整齐齐，再也不会乱糟糟，加宽加厚的，提手挪动也很方便，而且每一层都是大容量，可以同时容纳不少鞋子，加粗的钢管结实耐用，放一大桶水都没问题，而且每一层都是防尘设计，不会藏污内垢，还有翻盖门挡，不管是顶部还是底部同样也有放鞋子的空间，还可以放包包放雨伞，平时进出门回家就能随手把手里的东西放上面收纳，有了它入户门口再也不会乱糟糟了。我就是在家用了这个宝贝，现在入户门口干净多了，邻居都夸我们家爱干净，老婆也不用整理鞋子了，现在看到就快点抢购吧，刷过了那就找不到了，赶紧抢赶紧抢，别犹豫了，赶紧点击下方链接抢购吧，现在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即可购买哦。